你觉得你们这一代是烂草莓吗？就是一届比一届烂的。对，所以你这一届你觉得怎么样？蛮烂的。那些说你是烂草莓的，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？就用实力去证明啊！烂草莓干你屁事，我不是用你资源的。哦，今天我是潜力股，以后让你舔屁股。像我前阵子听说那个大人们都说那个学生是烂草莓，究竟现在等我一下小朋友真的是烂草莓吗？我们来访问一下，你是烂草莓吗？烂爆，他是。你今年高几啊？高二。你觉得你们这一代是烂草莓吗？就是一届比一届烂的。所以你这一届你觉得怎么样？蛮烂的。是我们今天不是学校的立场哦，而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立场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上一代也被骂烂，你知道吗 ？OK。是越来越烂。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你怎么这样感觉？就是现在学生都一直摆烂啊，他们太凶了。可是。不是美工不应该就是你们每天背着这个书，啊、没有很多作业跟一些报告或者是画图要画，不是吗？我听说我妈那个年代，不是美工是每天要熬夜画画的。现在也是啊。对啊，那怎么会？凭什么觉得你们是烂草莓、啊？抱怨东抱怨西啊，然后就是。哦，所以你们可能边画画边抱怨。哦，那也是一定的。这个是一直以来都这样，没有这样。但这是你的兴趣吗？一点点吧，可能来复兴之后就越来越讨厌。哦，因为一定很多人都觉得，应该说画画是兴趣，但是当画画变成日常生活作息的时候，变成工作的时候，变成交作业的时候，就很难当兴趣。对，作业人太多。那我觉得他只能算是软草莓。OK， 好，有什么话想对你这一代的，跟上一代的那个大人说？来，三二一，我们还是有努力的。哦，对，不要这样贬低我们，要有给我们信心。没错，没错，台湾就交给你们了。对，烂草莓，今天你如果好好培养，要鼓励，也是好草莓嘛。对，你是烂草莓吗？是啊。这是为什么？我很认真在生活，也对啊，都是认真读书，用功读书跟认真生活啊。因为要读书才会有钱赚啊。哦。没有，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才能，你会做些什么特殊才能，一般人不会的，你才有钱赚啊。没有钱赚，你就是只能靠读书去赢啦。OK， 所以你的抗压力是高的。还不错。OK， 好，你呢？我觉得我抗压力其实蛮低，但我自己都撑过去了。那有什么话想跟上一辈的，觉得这些新世代是烂草莓的这些叔叔、伯伯、阿姨、老板之类的，想跟他们说什么？我们每个世代都不一样，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世代，那你就是被世代淘汰而已啊，你还怎么办呢？那些说你是烂草莓的，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？就用实力去证明啊！你烂草莓，我烂草莓干你屁事，我不是用你资源的。哦，等我五年哦、你不要我，别的公司还要我。今天我是潜力股，以后让你舔屁股。当上一代说你们这一代烂草莓，烂草莓，对，你们怎么想？哦，对，好像确实跟朋友之间相处，就是会发现到抗压可能不够，我就抗压蛮不够的。怎么说？对，我就是那个代表，就是。被念一下我就 emo， 对我会我就不理他了。你觉得没有办法面对，你逃避？对，逃避。你们会觉得自己不努力吗？或者是很多事情就躺平就好了 ？No。那学姐觉得呢？还好吧，我觉得复兴抗压性都蛮高的、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作业很多，然后每天可能都要画到熬夜吧。那不交会怎么样吗？不交会被挡啊。那你们老师有曾经讲过那种什么？哦，以前学长姐画的更多，你们这才没什么呢？有讲过这种话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反而是夸奖我是因为我是这一届，我是高一，然后就是会说我们这届其实比上一届好，是高二对不对？那就是你们。没大没小。